来注意正台湾的中心，大家晚安，大家好。多谢今天哦，大家来参与这个联合国专大会。一家会，阿哥都参加，你们看另外一个哦。
安尼啦吼，我卖讲伤济吼。我想讲吼，我这边来做一个少年，伊有时间来历练，会当杀，吼，啊，伊嘛会当做表演，吼。啊，我想先请宋明川一队，你敢袂当先带两条？你太阳花运动的时阵，为了你安尼啊，你的团体吼，全国几啊百人来你那里请，啊，你一来来来来跑去。宋政府，你们的行动话剧哈，准备。好，你们行动话剧准备。我们的家。
麦克风，麦克风。现在咱看到的是台湾现在21世纪的少年家，因为郑家的弟是20世纪的少年家，但是你已经行过台湾这段历史，你嘛对40年前、50年前少年移民来到这，所以这句是台卡是迄个20世纪的人伫咧看21世纪台湾的少年，有啥想象？以前的台湾的移民者伫遮，绝对是台湾话无其他的语言。即卖的少年家，你要叫伊讲台湾话，无啥会晓讲，无啥念得，较侪是华语。但是咱今仔日伫遮，几乎拢是台湾话发声，所以安尼嘛是无简单啦。咱来看一下，来，我是帮位。请这些少年的一个体验，好不好？因为表演的短短几个人，有少几个人，短短的时间，因为讲起淡薄台湾的历史。哎，好来，我就卖给我考你。各位先生，各位师大，大家好。我叫高俊博，伊是我的台语吼，我的台湾话是。国中才开始学的，因为我是算，我当算外省的啦，所以我是从差不多从国中开始学，要怎样讲台湾话。所以吼，等下咱那出戏剧吼，我大部分会用北京话来讲，因为其实无啥认得啦。而且就爱先甲恁讲一寡，有些寡歹势。
继续寻找新的天地。阿路。十六世纪的时候，欧洲第一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欧洲人争相前往东方，寻找新的天地。这个时候，葡萄牙人他们发现了这座岛屿，并且不禁高叹：“佛摩萨，佛摩萨！”这样的一个消息传回了欧洲本土，让欧洲人开始争相前来。其中，荷兰和西班牙人，他们分别来到了这座岛上，开始对这座岛屿进行征服。在经过了一番争斗和战争之后，最后是由荷兰人取得了这座岛屿的统治权，也开启了这座岛屿的殖民统治时代。在经过荷兰人统治的38年之后，郑成功的部队一样来到这座岛上。他为了将这座岛屿作为反清复明的建国基地，将荷兰人赶跑了。而这时候开始，台湾也就开始了正式的郑成功他们的统治时期。在经过16年之后，过去郑成功的手下，大清帝国水军提督施琅率领水军前来，他们决心要将台湾岛收复，并且在经过海战之后，郑成功部队最终投降。而这时候，台湾也开始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的统治范围。1894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将日本将大清帝国在战争当中击败，并且台湾在这时候也被割让给日本帝国。台湾开启了长达50年的日本时代。天皇万岁！天皇天下万岁！万岁！百年风景壮志万岁！万岁！在经过50年统治之后，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根据外交协议，台湾被重新归还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失利之后，迫迁到台湾，并且为了稳固统治，他们开启了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我为居民同胞，我们是想结中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一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最后戒严了，在38年戒严之后，1990年3月16日，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万年国会以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大学生们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长达一连串的三个月的抗议。废除万年国会！废除万年国会！支持国会改选！支持国会改选！废除万年国会！废除万年国会！支持国会改选！支持国会改选！在经过这一场的，在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抗议之后，国会全面改选了，总统也直选了。动员瘫痪时期临时条款也一起被废除了，但是台湾的社会运动并没有结束。2014年3月18日，为了抗议，马政府那不公开、不透明的服贸条款，大学生又再次聚集在立法院抗议服贸。退回服贸，退回服贸，捍卫民主，捍卫民主。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民主台湾，民主的台湾。在这场抗议的最后，台湾的民主从此向各地发散，那也造就了今天的我们。虽然会有人说我们这样子做，我们支持台湾正义运动是一种台独的行为，甚至会有人跟我们讲说这样子会引发战争，台独会引发战争吗？这我不晓得，但是我这边我要引述 Mr. Winston Churchill 他在战争时候说过的一句话，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 in the street.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我是一个台湾人，我是台湾人，我支持台湾独立。你现在对了。我来看一下，击败 2020 Tokyo Olympic Games 台湾正名运动的负责人王应凯先生，掌声鼓励。相信各位所有的台侨们，刚刚听到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感触。我想最大的感触就是，为什么会使用归还？为什么会使用刚刚这样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走到今天这一步，台湾人从来没有一次拥有自己自觉的机会。当初不管是哪一个人，都是因为生活或者是各种原因，是原住民也好，是因为其他原因移民到台湾都好，那也是自己的选择。可是后来被满清统治，被西班牙人统治，被荷兰人统治，不管哪个阶段都是被人统治，然后最后被所谓的割让，也没有给当地人自己台湾人自己自觉的权利，最后在整个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也没有给被得到自觉的权利。所以你会看到年轻人到现在为止我们学到的历史，就是现在中华民国赋予的历史。刚其实少介绍一下，这群年轻人还有包括刚刚那个唱歌的宋玉凡，在2014年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反课纲运动，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华民国体制之内重新建立一个同心圆的史观的运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我刚刚来到这边现场的时候，当然有听到一些前辈，之前就已经回来台湾聊的前辈，那也跟我讲。他对现在的小民政府很不满，那当然我知道，因为不管是在台湾这边的台派，我自己现在也是习二岛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我当然了解很多的很心急急迫的一些想法，那也每天会看到台派要督促小英政府。但在我自己这个时代年轻人当中，我认为在积极监督坚定这几个立场当中，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至少在史观这一块，这个是小英政府有积极去改变，但是还不够。我得承认，以民进党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进度跟做法，其实远远还不够，因为最起码在共购法这一部分，很明显看到他们有一些畏惧跟害怕。所以我在之前有政经节目上面，彭文正很喜欢引述的一句话，就是他问我那时候说，我对公投法的修改之后怎么看？我说，之前是鸟笼公投，现在呢是鸟笼打开了，但是拴了一条狗链，所以台湾人呢，你还是走不出去，你只是可以在外面溜一溜，但是跑不远。可是呢，我们苦了那么久，四百年，最起码现在有一个让你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告诉你想参加各种国际比赛运动，你要不要证明这个东西？也许对很多台派来都很不满，我也很不满。我们当然决定自己要建国，要独立，要有各式各样的，要什么样的国旗，要什么样的国歌，要什么名字。而最起码，我们台湾的意志已经忍了那么久，我们还要继续挺下去，对不对？所以这一次的证明运动。最起码他是这么温和的情况之下，我们绝对不能输，只能赢。那我知道大家很失望，我听了很多人，对吧？之前去年来过，然后我加入了群组，我看到很多的台侨，大家有很多失望声。那为什么今年一定要特别跟理事长来？我自己也在选举，选市议员，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来？因为我非常非常要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回去投票。为了公投这一张，你一定要投。这是你这一生当中，台湾第一次由民间自觉，不再是像过去由政府由哪一党派自己发动，是台湾人自己发起来的公投。至少从这一点点开始，告诉我们，我们来自己决定台湾人的命运吧，决定台湾未来要不要叫台湾，要不要用台湾名字参与各式各样的国际赛事。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下一代未来有什么样的前途？我们不是各位常常讲啊，交给我们年轻人。我当相信大家嘴巴是讲客套话，台湾人的命运到死掉之前，我们都不能够倒下，我们都不能够不去拼，要拼到最后一刻为止，对不对？所以，请大家今年的时候一定要一二四订好机票回来投。也许你自己身边可能像有些人讲，我已经很久了，还不来得及。那至少帮忙拉票，打电话问过去的亲戚，在台湾亲戚，你知道这件事情，你支不支持？如果你支持的话，请你一定要投票，好不好？至少这件事情你做到啊，大家做不做到？做不做到？好，谢谢。OK， 啊。最后，我希望让我的组员一起向大家做最后一个谢幕。好，谢谢各位。大家好，祝大家，祝大家一切越来越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希望大家能听起来有这个感觉。好，谢谢。二十年前，伫咱代表任何一个团体，若有人伫面顶举麦克风，用欢喜讲，长地讲，要放下，对不对？伫金阁北壁，20年前，若什么人好胆伫台湾人的团体，用欢喜发言，绝对用。放下来，麦克风全给抢了。但是二十年后的今仔日，
你讲要让台湾迄个土地的青年用台湾话发言，完全用台湾话发言，这是 impossible。OK， 什么人的资金？政府是一个资金，但是真来用过。你一个读国校，你不是有人挂招牌吗？你来，报掉啊！但是你的代理还搁在遐尼认证啊！伊哪挂你讲哪好啊？食到老公讲嘛，还搁讲咱哪正港的台湾呢？今仔日若要听到正港的台湾话，因两个所在听，一个伫北美的台湾人的社团，对不对？对。搁一个伫台湾的基督教教会，对不对？但是台湾迄个土地培养出来少年人，袂晓讲台湾话。政府的责任，搁另外一个爸母甲阿嬷的责任。恁以前咧用挂招牌的是恁爸母甲阿嬷拢伫咧讲台湾话，所以即个台湾的老话。即马生着囝了后，拢自然这边甲爸爸妈妈讲台湾话，换转身甲囡仔拢讲华语。阿嬷无读册，阿嬷甲阿公。抱着孙，嘛甲阿孙伫咧讲讲华语，啊伊家己就爱先学华语，再来甲孙讲。所以过来遮个孙仔大汉了，拢当面。所以，若安尼来讲，即摆规个教育拢自由啊。即摆唯一留落来，就是阿公阿嬷甲爸母，然后会巴肚了，恁囝毋知晓讲台语，恁孙毋知晓讲台语。我跟你讲，亲爱的杨贵乡亲，请注意一下，你的囝、你的孙，不过又安坐台湾，我无相信十个有一个出来，所以你的精神转去了，你的精神转去，因为你的子孙无伫咧讲台湾，你的子孙真侪朋友是大华人大的朋友，所以台湾的意思就是。我你讲对不对？唔对，哈哈哈哈哈哈！唔对，恁家是你讲，歹势。感谢，感谢。OK， 我明仔早起我会伫迄个乌龙池港伫个教会讲课，我咧讲袂移民。移民一个真要紧的是你的脚踏伫倒位，你的脚伫倒位落脚，你都要变做遐个人，然后你都要伫遐。正做迄有遐个人的祝福，马代互咱真安稳的是伊去到台湾，去甲迄个饲牛囡仔学台湾话。你知影饲牛囡仔迄个时哦，足够干叫，你知无？你知影阮马代博士足够干叫无？还是我是博士啦？就是马代博士，因为伊个老师是遐饲牛囡仔，现在开始有人要甲伊讲话啊。红冠，大家看到我在，我到这看到阵啊，伊全去找迄个树根啊，啊树根啊，当当伫咧咧耍的是叫来叫去，所以马家博士伫港大里面常常咧，然后马家佫娶一个某，唔捌字的文凡，伊的某唔捌汉字，伊教伊英语，伊教伊白话字，对，所以马家讲我是台湾人。台湾是我最后的作品，咱听落拢足感动，对啊。所以我想，即个大哥你讲的拢对。来到一只，即马问题是来到一只，咱的囝供应得着啦。啊，咱讲台湾，我想即个是另外一个，什么人要来遥恋家乡？遥恋家乡台湾的哦，你即代即个黄会长已经80岁哩到了啦，啊，佫袂，我想即个原来是伫老吼。台湾的运动，台湾的关怀，哪来那脆弱？这是台湾人关心的。啊，不安全路，咱会当看到讲 ，OK， 今仔日这个少年当在用华语，干嘛嘞？咱会当拍鼓啊！我要讲着感谢啦，恁的心胸较大了啦，恁较有吞忍啦。OK， 按我来讲着，这个台湾的面向已经在转化。面向的转化，嗨，来，我即马点了只，啊，即马台湾现在问题，台湾今仔日迄个命运，我想要安怎样变化咱海内外，因为过去海外足要紧，加即马咱要安怎样平来
来三个拜。嗨。你再来好不好？不是，跟你讲对唔对？哎，台湾是一个自由、完全自由的所在。反正我都讲唔对哦，这就是自细汉就是反叛国民党迄落教育的迄落。因为有一个牧师前几啊年前嘛讲，讲恁这移民来美国的人，因台湾人，恁就是美国的阿华，国民党美国，无要落地生根，吃美国水，吼，啉美国水，赚美国钱。当然有少啦，当然我无宣传的，但是我即摆就是讲，我的囝是美国人，还是我即摆开始回来，哎对，我甲阮囝讲，讲我细汉到迄落，伊嘛是专门到咧台湾来读书，我但是到尾啊，因为你我做是美国，但是我即摆感觉台湾上大问题，一个咱大家对话，就是讲咱的这个正面运动里面哪个内底，是不是算咱的声援？伫个脸书，伫个哪有规逐工在咧讲，民进党无倒，台湾袂好？敢唔少人？有必要 ？OK， 高雄，伊个金钟台湾囝吴廷光，逐工就是哪样传来传去。我讲这款物件，我对小英也无咧怀疑吼。OK， 啊，伊讲小英来，我嘛无来吼。反正大家拢是真个有认同，但是我感觉讲，咱要做这個，政府有安尼是救济另外一回事，但是咱六家人。团结起来，啊，搁无一定会赢共产党，袂当，啊，搁无一定会赢国民党的时阵，咱在自己内底为着要联合国，无联合国内底较，尤其是迄个死路头内底，有一个辩论会的这个声话，我歹势，我不是在做辩论的辩论，但是每件任何影拢知影，我自真早的服务正业，我即马一工时啊，搁伫空战5点钟啦，吼，歹势是5点钟。但是我感觉讲，这个是今嘛台湾上大，真侪朋友拢会问我讲，阿双基安啦，我讲南面的投票，民进党输甲吞火，吐吐吐，因为咱家己内底有迄款会反的，敢那讲，迄天伊个直连进场，有在讲台北市的是直连进场，直连进场安怎倒，就是有大家的人演的，吼，伊内底反叛。但是我感觉讲，今嘛台湾上大危机，就是讲咱家己第一这边派嘛无，吼，歹势。就是讲，若无团结，就是会叫共产党、甲国民党、甲这个散教、甲这个假的台独力量、甲科批，哦，这的一寡假的青年力量消灭掉，咱会先分化，还是就是。我听咱这个广播，一心一意，咱就是台湾人爱团结，所以咱有一寡力量，有啥小的项目，一寡差异，咱过来去目标台湾，咱先团结，甲这些东西找到再去讲。OK， 来。咱大家人来讲一个爽快的啦，安怎？什么人若无讲心话、心话、心话艰苦的，请你来啦，安怎？来。但是咱的目标是要怎台湾，好不好？来，鼓励大家。啊，我说过吼，拄啊，这位先生咧讲，咱是20年代的人，啊，这么少年老师21年代，21世纪。啊，这人哦，哦，国民党欺负就对了，但是阮一班人哦，去予国民党欺负我着，因为哦，所有的资源拢压去予国民党，咱台湾人哦，拢讲，看有讲无啦，哎，看有讲，所以讲，阮一班人哦，伫这个台湾足紧张，好佳哉，我拼来美国，我若无拼来美国，我也伫台湾哦，还是安尼，所以讲。咱我若伫台湾哦，上爱去看啥呢？看遐选举哦，遐演讲者。我去看过迄个食三星哦，若见起个演讲哦，若看到起来就先叫国民党三二零。好，遐国民啊国民党哦，有两个人哦，伫遐咧监视，两个迄兄弟伫遐监视。安尼，所以讲哦，我常常咧想，迄、那个食三星是咱台湾的英雄。做过两任的省员，但是不幸50几岁啊，看袂死，所以我真怀念这人。啊，所以讲一挂英雄，像迄个蔡介雄台南，迄个嘛是早死，对不对？遐一挂英雄好人哦，好汉哦，你替咱台湾人的哦，都早死。所以讲，我希望讲咱台湾人一定爱团结。
啊，一定爱建国，安尼咱的后代才有希望。啊，我足感谢恁这少年囡仔吼，现在这么年轻，啊，伊就要想讲要台湾，要咱台独，啊，互咱会当建立的，这个就是咱最大的愿望。谢谢。谢谢谢谢广州，啊，你有的地方都能造出来，哎呀，啊，这些人的北部是无法都能造出来啊。OK， 来再搁一个，再搁一个，好抽先的哈。啊，大家好，我甲大家拢台湾拢拍拼吼，是几落十冬，甲今日还搁安尼努力去拍拼。但是我最近有一句话是，要甲遮恁高遮。做一个交流，拍拼是真有力吼，团结是真有力。但是，小等下，你个团结真有台湾，台湾要团结，团结真有力，这句啥物人讲的？真会水，真会水，百分。啊，我刚刚听闻了尔吼，咱交流看嘛，咱无进步，对外无进步。就是这个方向是上重要，比拍拼较有力，比团结搁较要紧，就是。方向，对，方向。OK， 好，谢谢，谢谢。来，唔知要不要一个？哦，来，哦，我们这水果女儿来了。这第一个，今仔日第一个，来来来，来搞把水果来。那当然，咱海外这代表一定是无问题，一定是支持吼。按你头我讲，七十单、九十单，到我二十八单、要三十单，我要爱知影现主席的台湾，台湾囡仔有多少个 percentage， 甲咱王议员，我要叫你议员，那你也动身，是同款的理念，同款的迄个 enthusiasm to go for it。这是我最关心的一样。OK， 啊，这个大姐讲的这吼，啊，我甲咱，我给咱一个数字，对你有鼓励。在你年老以前，对你有鼓励性。我伫彰师大大学，啊，然后我甲你讲，现在大学生只真侪大学生伫遮，即个大学生现在台湾生百分之八十以上，拢讲伊是台湾人。OK。百分之八十以上以上的台湾，这些人大学拢讲伊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二十年前拢伫咧讲我们都是中国人。即卖我是方言台湾，你看即卖遮，早前遐外省的一代、移民的外省的一代，即卖拢死啊。OK， 啊遐的死嫁娶的遐是影响真深的，嘛拢老好看。所以即摆咧讲的第三代的遮，啊，到咱本土的遮，我是欢迎台湾的遮，拢讲关心台湾。所以你会当这点会当互你做一寡鼓励，安尼好不？唔知伊原来我咧讲来，你都讲。所以你会当看到咱的团长、咱的部长伫甲咱讲，那咧讲到台湾用台湾的名，支持用台湾的名，加上联合国用台湾的名参加迄个冬奥。迄、那个比例足高，就是少年的遮，就是拢支持的。你想？拍摄回应一下，因为刚好原本有刚刚有访问的时候问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一世代的年轻人，我算是七字头的，有些还有八字头的。刚刚的一个很犀利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天然度？虽然有天然毒这个意思，可是却对证明运动比较没有动力。然后以及就是另外的，我来到这边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一些台侨会在网上问我的，就是为什么年轻的毒派、年轻的一些天然毒的年轻人那么多会支持柯文哲？大概这两个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归纳一个我们自己年轻毒派推动运动的一个现象。一个就是天然毒，是因为他们从小出生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以前戒严时代的那个国民党体制，以及后来在1996年开始总统直选之后，
他们已经认定了那个台湾已经是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民族国家，而很多的天然独世代，他们成长到十岁的时候，刚好就进入到阿扁总统时代，这也是一个主因。所以他们认定他们台湾是有自主能力跟中国在对抗，那只是总统的跟政党的立场不同，他们是这样的意思。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说，其实是整个被党国中华民国中国体制绑架整个台湾的一个现状，他们没有这样的意思，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动力？也一样，因为他们很多人会认为，台湾现在所有的前途，那不是就是所谓的投票选举、选民意代表、选市议员、选立委、选总统来决定出来的。所以他们一直会有一个想法是，台湾本来就在决定自己前途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说，教育本身先绑架他们的思想，他们没有想到说，语言本身绑架了、消灭了我们母语。他们也没有想到说，整个体制其实限制了台湾人能够决定前途，因为台湾的选举本身就不民主了。我套用那个陈志龙教授的说法，台湾是半民主啊。什么是半民主？就是他另外一半是独裁，另外一半独裁就是能够决定台湾的年轻或者是大家的命运的，都先预先被中华民国体制给绑架。你看，不能决定国号，不能够自决，你不能，然后呢，联合国已经把中华民国给除名，然后整个人全部的整个法西斯政权，国民党没有被消灭掉。这个在全世界所有转型正义的国家当中都看不见了，但是年轻人不会认识到这些，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生在这个时代，教育里面也没有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会出现。虽然有很多天然毒，但他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积极意识。但是我这个时代，我这个年轻人，我现在就常跟一些毒牌讲，像我之前跟陈婉珍讲，然后跟或者是像那个管仁健教授讲，我自己认为台派最好的一个战略，反而是要多制造一些国际新闻，尤其国际新闻对年轻人是很有影响力的。为什么？像我举例嘛，当台湾的周子瑜事件出来的时候，所谓国际新闻就是中国打压台湾的新闻啊。台湾让很多人、更多年轻人会呼应到说，台湾跟中国不是同一个国家，并且我们要积极改变现状，就是要透过这样子的国际新闻。我要先讲了，因为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啊，只是我们还没有正式建国而已啊。每一次周子瑜事件，年轻人就出来投票。我们有做那个 Google 热搜，只要发生这样子类似的国际事件，包括肯亚，包括像最近东亚运的，整个那种中国实际打压，还有85度、90度那个这样的状况，我们那个瞬间台独年轻人的热搜意识都会上升。所以我一直有鼓励说，其实台湾的媒体要去多收集跟了解中国打压台湾的一些事情，然后并且让他传给自己的子女跟其他人看，这个其实他们比较有感。像我们台湾有些网红现在有独立意识，甚至是很有名的。问他们说为什么会有，他们说因为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要去讲台上要做台湾代表的时候，中国同学把他们抢走。他们说你哪来的代表啊？你没有国家哪来的代表？你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很多的台湾年轻人，国际网红，直到20几岁去国外留学之后，才有觉醒。他们原本认为台湾是天然独，到后来才有说台湾要建国、要独立，有这种主动意识。所以我自己本身去年的时候，我也有跟，就是有提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我自己本身啊，为什么我今年去弄有一个叫吴国杰医院展？啊，我也有去年的时候，也甚至就是要提案说，我们应该设法发展台派的年轻人的新媒体。但是那个新媒体的内容是要说明台湾的现状跟问题之外，所有年轻人的方式之外，他还要加入中国的打压，包括尤其像留学生的打压，包括像这些打压，你给他告诉他状况急迫性，他才有这个意识。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告诉他方法，透过公投自决的方式，慢慢的他的才会导致有这个积极观念。所以你刚刚问的，我简单讲。没错，有80多、90多的年轻人都是讲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可是将近我以我自己做运动的经验，大概只有9%到10%的人有积极意识，年轻人有积极意识。可是当每一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瞬间暴增。像东亚运之后，我们在接受演出，
原本我每天联署只有50张、60张，一东亚运发生之后，来联署的年轻人变多，我瞬间暴增到100张、200张，这就是一个方法，那给大家参考。所以说，真不应该拜托中国去给咱霸气啊，真的。拍摄。那个牧师，我因为他说要喝啤的事情讲一下。对，喝啤的那个。好，喝啤的再讲一下。因为你自己也在做市议员嘛。对。在做市议员竞选。我觉得一点啊，喝啤的现在分两块，一个是台北市的结构，另外一个是全台湾的制度。柯文哲的制度为什么在其他地方也会有？那当然是因为经济选民的关系。其实就算是我们到台南去，很多的民进党的金主我也见过，他们其实也常常在跟中国做生意，他们是站在经济的立场，常常会劝说啊，你们不要太激进了，我们也都有本土意识啊，可是我们工厂都在中国、啊、那他们养的人口跟下面的人就会很主张认同柯文哲这种模式。为什么？就是模糊的立场模糊，我完全就跟中国就是保持友善亲和，甚至就是靠过去，但是我就是死都不讲立场，维持他们的经济利益。我这是我在中南部感受到的他的制度的地方。那在台北市是因为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本身就不同，台北市其实以前从来就没有，几乎民进党或德国政权没有赢过，这是最他们本来就是，就算那边的天南独年轻人好了，其实他那边的中性选民，就是那种没有统独意识的选民，年轻人也是最多的。那他们本身看到柯文哲来讲，他们有认同柯文哲这个路线叫做维持现状，比小英的现状来讲，他更认为是维持，所以他会认为这是一种，就是我觉得维持这样就好，我就满足了，这是一种自我满足。然后再加上另外一点是，柯文哲嘴巴讲出来的话，有符合到说这些年轻人容易听得懂的话，其他的政治语言或者是民进党讲的东西，他们看到的很容易就是你讲的这一套，可是之后又没做到。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也会有在其他立场感受到的。你看他可能承诺你什么，可是之后他不会承诺那么多。那柯文哲可能讲的很直接，我什么话都爱讲，什么爱东西，可是问题是他会给年轻人感觉到说，他就是敢做敢讲，不管他前后怎么样变差，他拿去跟民进党传统政策比，他就会认为说，至少他就要跟中共亲和，也是敢讲出来，就是要支持两岸一家亲啊，没有前后这样子啊。这个是台北市年轻人的选民结构当中，他就是跟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所以他对柯文哲来讲，他们觉得柯文哲比起传统的民进党政人更加偏心，这个是最大的原因。我觉得这一点要去注意啦。我觉得真正能够去解决柯文哲现象的一个做法，就是力求自己。要变成是一个标准比他更高，而且更严格，然后并且我说到做到，我推动独立就独立，不会我上台之后我就不推，或者是我上台之后跟大家打折。我觉得台派要把这样子的标准自我提高，然后自我磨练，才能够去对抗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咱家也过一个大姐。来头前头，来头前头。真歹势，我有一个问题，甲你请教咱的部长。因为我会记得前两天前，咱台湾的一个日本外交和军事的委员会，因来美国访问，啊，伫迄个参会中间，我有问问个日委。提出问题，我讲咱台湾的问题，咱的宪法当时会当改，国民党迄个委员，我讲就困难。民进党迄个委员叫做王定宇，我讲我嘛是台湾台南来的吼，啊你宪法无改，啊咱选出来总统自然而然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出来抹黑就讲，伊要维持现状，所以我讲对你台湾这两字的名，台湾本身上好上紧的方法，敢不是宪法修改？
你若欠个修改，这个名称改过来，咱自然而然就是台湾。我伫只外地嘛足艰苦，我来只三十几年，咱社会等于台湾，咱咪在 Republic of China， 还有是台湾，啊，有社会就家己去台湾安尼，吼、哦。啊，但是即马时机已经对咱真好，由美国的邮政已经，阮已经从自由中国在台湾这个没有了，在自由中华民国没有了，就改成 Formosa 划分台湾。人别个国家的对你遐好，啊，咱少年人啊，台湾来人啊，恁住台湾本身就爱拍拼，看爱爱。用什么方法？啊，蔡英文讲，伊要维持现状，但是美国已经讲，中国都无维持现状啦。啊，你蔡英文啊，讲安尼，佮毋免采取行动，毋是咱先变，是大陆先变，伊破坏现状。过去美国嘛，毋盲因两岸是维持现状，所以我是要请教咱个部长。是倒一个方法来证明台湾较紧，谢谢。部长，来。你看，他是上敏感的这个话题。我本来是无啥讲啊，吼，我已经对台湾讲到，讲到这，再讲到国会两位国会议员，吼，嘛讲到，我即位姊妹讲吼两个问题啦吼，第一个问题，是要修改即摆宪法，还是要制定新的宪法？即摆中华民国宪法没去修改啊，无效啊。是嘞啦，制定新的宪法。啊，制定新的宪法。啊，所以即摆咧煞讲吼。公道制衡，上好。即摆若是讲吼，恁可能拢唔知影吼。我即摆大概是大概九部中国嘅宪法，九部，包括林义雄啦，包括民进党嘛两部，吼，啊第九位嘛一部，吼，啊几下几下，我伫。1990年转个时，我当做国家代表时，我嘛民进党提出一部台湾宪法，啊，我嘛参加这个宪法的基础。迄阵民进党是讲要改一个宪法，所以透过民进党国台党办向国民党讲，我这是台湾宪法。但是咱民进党伊讲个就讲在560个，国民党300几个，手甲脚硬硬嘛袂硬，啊，拄只国家修改一个淡薄的中华民国，但是上少，即修改了以后，那个总统一算，老差就来，台湾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一个。诶，社会这个国家，干来这个名，因为要不这个名、国名、国土、领土这些物件，所以台湾即摆是毋是正常？咱即摆上台湾才是正常化的国家，从台湾的名干来讲，从台湾的名来向对外讲。啊、所以这即摆问题不是修改中华民国宪法，拄啊这个地方要修改，我就听到，我就看到网站。制定新的宪法。啊，不过我即摆也听伊讲，制定新的宪法，这我就要接受，啊、哦，这我接受，这是一项，哈、哦，我表达我个人的想法。啊，即摆台湾要正常化这个运动，我相信，不是讲民进党战线，大部分台湾的民众战线。因为台湾，咱对我常常甲美国国会议员讲，嘛甲美国政府讲，台湾即马都是独立的国家，
现状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不过是无正常。因为安怎讲？美国讲，美国政府吼，讲啊，你就捌就是，因个 status quo 现状，我现状是独立啊。我记得边啊，总统我咧做副代表的时阵吼，我伫我做过国家部副代表伫华府，啊边啊，总统。2003年的时阵来纽约，伊提出讲，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好啊，美国国民就吊起来，讲你是要发独立票，啊，你是要改变现状票？我甲你解释，台湾即个是独立国家。台湾本来是一边一国啊！如果人安尼，美国国民甲讲，人讲台湾是现状，就是 status quo， 就是安尼，因会了解。甚至比伊甲讲，如果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中国的政策，一个中国政策，伊成立世界干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迄中国，啊，我个人我嘛同意啊。世界就是个中国，就是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美国国务院的人甲讲，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并无承认中国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我嘛同意啊，台湾就本来是中国的啊。我嘛反对讲中国讲台湾是伊的啊。啊，不如我甲美国国务院的朋友讲。啊！你若认为讲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若无直接讲，你著公开讲啊。是讲政治的因素，因知影讲1979年台湾甲美国邦交的时阵，美国政府就是甲因讲，恁代表中国，是迄中国。我美国承认，但是我无同意嘛，无承认讲恁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所以这点，咱还知影。咱讲台湾即摆是一个独立国家，对咱有利，对美国讲嘛有利。台湾现状就是安尼。但是无事实啊。好、啊。啊，人爱讲是无事实的啊。但是这是无正常的国家。对啊，无正常嘛，无。名啊，无名啊，是咱来。这个地域啊，国土拢是不是咱来？所以咱即摆讲，是一个独立国家，我无就从说咱要借呢，咱逻辑吼，才讲会通，讲会通。好，这是一项我回答你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讲，什么是维持现状？什么是现状？蔡文对你讲，蔡英文总统，你讲维持现状。你讲就讲，安尼咁做会落，拄仔我伊几下朋友嘛讲，哎，维持现状，安尼做会落。不是，时代咧变啦，咧维持现状，对无？我嘛同意啊。时代在变，什么在变啊？不过咱来聊讲蔡英文总统。伊话辛苦，伊话真苦衷啦。伊咧讲维持现状是伫讲啥物？你卖讲这句多话。伊踮咧状况双击的时阵啦。总统选举的时阵，伊无恁解释维持现状是伫讲啥？维持现状的内容是啥？你想坐咧，我讲，啊，你爱家己，我就刚刚就讲，啊，就讲。蔡英文总统，因为做总统以前，伊来接受美国的访问，伫美国的地口 CSIS， 伊用英语跟我谈足清楚。伊咧讲一个伊个维持现状，伊咧讲三项，你注意听。恁对有同意，对有无同意，家己去看。伊咧讲维持现状是什么呢 ？There's three things. 第一，要维持台湾民主自由的现状。你有同意无？我同意啊，
伊阁第一个现状，就是伊是台湾民主主义的现状。第二个 ，second sense， 要伊是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现状，恁有同意无？我嘛同意啊。咱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现状，意思讲，中国你破坏现状。你莫讲你啊，飞机、军舰伫遐咧射，冲咱台湾。这两点现状我拢同意，我是同意台湾民主活动。第三点，伊讲伊是现状，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Constitutional Order）， 中华地嘛国规啊变，伊是现主是中华民国宪政的个事。甲两岸的关系条例，两岸关系条例，你无做过立法，伊就是现状，就是讲台两岸还没统一以前，台湾是自由地区，中国是不自由的地区。两岸关系条例是讲这，啊，两岸关系条例，你去点国民党。李登辉做总统时，你讲两岸关系条约就是一个中国的完整。所以蔡英文你选举的时阵，也是你选举了伊，你讲维持现状是第三个。伊讲现状就是中华民国即马的国名、国号，这个现状。这你我都接受无？好啊，好啊，所以蔡英文是你讲这个三条线，所以现状是这三：第一，维持台湾民主自由的现状，这点我就同意；第二点，伊是台海的和平稳定现状，这点嘛；第三点，咱就无同意。所以蔡英文倒来，伊在你选举时，我想讲，你来你讲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伊是无讲这美国会了，但是又讲出来。这是对美国，伊家己对美国的一种默契啦，一个默契啦。所以我要讲个说吼，这是蔡英文，伊对美国甲美国政府的一个默契。啊，这咱无同意。但是即摆咱来到地方，咱就好放肆。但是现在问题在改变，现在现状维持在不在改变，因为中国，因为美国要直接中国说，你不要挑衅，你要维持台海和平的问题的现状。但是现在中国已经破坏这个现状，伊现在不能去比赛啊，军甲比赛台湾，你恐吓台湾，所以美国。国务院也是白宫的发言人就公开啊，讲几啊遍，你去看迄个 Google， 已经讲中国已经破坏台海的现状，产生亚太地区的不稳定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讲中国破坏这个现状，包括美国本身都破坏现状。美国甲咱讲，甲中国讲，啊，恁就是爱保持现状。啊，美国爱现状就是讲，恁就是照安说，台海中线啊，袂回来。你中国飞行机卖飞过来这边，台湾的飞行机卖飞过那边。嗯，那、啊、你飞过来咯？飞过来啊！飞过来，你讲安尼讲，安尼这个是过去。所以，中国已经破坏台海的现状。是嘛？对啊。美国有破坏，有破坏现状吗？破坏啊！美国，你知道伫1979年台湾关系法，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我相信做立委的先做国代也好，即嘛你家己来看台湾关系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逐条都讲。美国虽然跟台湾断交，就是美国
伫国际上的条约，美国的所有的国际的关系，无因为讲美国甲台湾切断，美国即个甲台湾的关系，美国的国际条约就要适用于台湾。所以表示台湾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虽然是美国无台湾的关系，就是安尼。但是美国伫1994年伊个破坏现状，破坏伊家己所订立的台湾关系法。你知台湾迄阵是克林顿总统的时代，美国国务院通过制定一个印太部对台湾的迄个 guideline， 就是 guideline。讲啊啦，因无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前提的一个参加的国际组织，所以即摆台湾要加入两个困难的一个所在。台湾要加入后边要招做一个联合国，因为参加联合国也好，参加后边要招，拢爱是一个国家的前提才能加入。所以美国在1994年就，因内部的国务院安尼做。1994年讲，这对台的这个内都有很多关联法，违反了台湾的关联法。所以美国在1994年就改变现状啊。你知克林顿总统走去上海，演讲时拢是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所以这个为什么今日？我去年嘛，甲美国国务院讲，你1994年迄个改难很干啊，因为94年改难，你迄个法律违反了美国关美国关联法是一个美国的法律。你若一个法律违反，你抵触法律是无效的。所以我要逼国务院来改这个1994年克林顿总统的时代的对台政策。啊，甚至即摆伊嘛是共款啊！因即摆美国真济伊的政策，当然是即摆川普总统伊渐渐啊有咧讲，但是美国国务院对待还是要利用1994年25年前伊的内部的规范。所以我拄仔伊讲是讲咱。美国最近有对咱较好，通过台湾旅行法，通过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正式，国务院也无要落实，也无要落实，伊点两点啊，即摆国务院点两点，蔡英文总统一个月前来经过美国对唔，有较开放，媒体会当对。就是蔡英文宣誓台湾国话，讲总统、副总统，台湾会当去来华府，但是即摆嘛，美国国民嘛乖巧，所以阮即摆要甲挑战台湾的国防部长，我甲讲，你国防部长，你正式去参加台湾甲美国的国防工业会议，每一年10月，我参加几下袂，我知影。虽然这个台湾跟美国讲，那是由台美商会办的，但是过去呢，伊会邀请韩龙吼国防部长，但是台湾国防部长拢常常轮流，拢拜托副部长去参加。所以我做副部长的时候，我参加两三遍。我讲严部长，那是才一个月前，我讲严部长，你有想要去美国？因为台湾官员话你已经通过了。我敢会当去无？会当去啊！伊讲啊，透过什么机会当去？我讲两个机会，你会当去。第一，就是每一年的10月，台湾甲美国国防工业作会议。伊邀请是，部长啊，因我知影。但是你部长，你今年过去拢请副代表去，副部长，你今年好，我部长要去。啊，看美国国防你要去。啊，第二就是蒙特利 talk， 蒙特利会谈，迄是11月中的11月底，伊嘛是予台湾政府甲日本政府派上来，但是拢无派
部长去啊，然后台副部长去。应该去啊。因为台湾人民讲，你部长无，伊都无。我1994年呢，诶，法律就是我法律这五个人去。啊，即摆就台湾关系法的，台湾就台湾人修法的，讲这五个人，总统、副总统、国高跟国府拢会使去吼。啊，即摆咱站那个条件啦。所以很就是完整的完讲，所以我即摆就甲国府部长讲你爱去啊。我即摆甲吴钊燮讲，你老朋友啦。我你讲，虽然都嘛欠着啊，吼，对咱足好个参与啦，嘛欠。伊两三礼拜就过星期，三礼拜就过星期。我正式伫迄个媒体时，我建议讲，台湾会使派三个人去，去参加麦肯的告别式。第一个副总统，副总统去，陈建仁去，因台湾关系有讲，总统副总统会使去啊。啊，蔡英文才拄仔转来尔，伫美国过境尔，讲陈建仁去。第二个人会当去，因为陈建仁去就表示迄个正悬啊。第二个人就是赖清德一定去。啊，即摆符合台湾旅行法，总统、副总统，啊，行政院长。啊，若无上少，立法院长爱去。因为嘛，更是参议员嘛，啊，那苏家庄伊是，嘛是，啊，所以尾啊，蔡英文就讲啊无甲美国头先讲，请副总统嘛，对不对？伊就迄个立法院就苏家庄，伊就接受啊。啊，即摆话十月，迄个国防部长来登记啊，啊，这个。所以咱有去送呢，但是我个人呐、啊、吼，因为我即马无做官嘛，拢无我出退我兵啊，甲即两个恁做兵，我拢退我兵啊。我讲不要维持现状，维持现状，迄头两个我也接受，但是特别讲中华民国现状吼，未通啊啦，未通啊，好在国际上是足厉害。所以为什么蔡英文伊伫去年？十二月修改迄个公投法，伊先阿爸讲，啊，你这个修改宪法，公投法内底宪法规定个袂使公投，包括该国名、该国号，包括领土，宪法规定个拢袂使做公投的议题。我足反对，我当初甲民进党个遐足济做兵个，我讲你即下袂使安尼，你一定公投就是逐项个，包括美国、瑞士公投啥物物件都拢会使投。该各路各面拢会使斗，倒退路，但是即马就是蔡英文讲话，所以啊，过去兼党主席啊，啊，立法委员来讲安尼落，立法委员讲话，啊，所以这就是选袂掉啊啦，选袂掉，啊，那选袂掉，去行一圈就退三步啊啦。所以我甲大家讲吼，倒头，安尼啦，我嘛袂当讲，就是我即马嘛袂当，我嘛袂当讲啊啦。哦，啊，虽然我是啊，你做党员，但是我即摆拢无力，我老无力，真系真靠力。哈哈哈哈哈！你叫我老力，我蛮讲。哎，我听啦，你也是靠住的啦，啊，唔知啊，人。我你讲啊，哈。你伫遮甲我讲有效。我伫遮讲，所以。你伫遮，你就等于甲人讲。无效啦，你讲都无效。啊，你去做啦，我跟你甲讲，恁就较紧去做。咱做会做，安尼好无？哇！咱做会做。哎，我讲你看，我根本连都背得完嘿。你快笑脸啦，要笑脸啦，看不出来啦，咱是说老实话。人家笑脸啦哈，人家笑脸做啥？叫笑脸就是讲世代交替啊。是新时代开始。那台湾的人，再过六十岁，你讲世代交替，是讲咱这摆插啊啦，放手啊啦。但是对于我讲起来吼，台湾人还袂真正成功国家，台湾人还袂加入联合国，台湾人还袂加入 WHA 那边上。还是讲我80啦，那咱们还有加无吼？你太不要脸了，你上班干了无？你这些大咱的国手，咱的国手不加
对啦。所以我乖乖落来啊，啊，但是要叫小英落来，我想这个怎么讲哦？咱迄、那个我想哪会答吼？咱一句话就应该两点半嘛，吼、嗯，好、哦、来。我想请教，请问这个，我来，你先来。我有这个决定的时，咱可以再讲，啊无话咧无，我要安怎，我要安怎就安怎。我想咱可能爱想较深的问题啦。啊无，你若去讲安尼话，啊比如讲咱要支持也唔支持的吼，像前面较早迄个李总统咧讲的迄个代志的时吼，啊就中国咧威胁，对不对？中国咧威胁啊吼，啊所以是可能这个派航母舰来咧，啊若比如讲办一个新闻啊。啊，中国人都拍入来，恁就咱也有迄个准备啦，有迄个打算，啊，有迄个决心啦，我想安尼讲。真勇的啦，我甲你讲，我有咧看新闻啦。真勇的，咱做阿富汗拢真赞的啦。世界有名的，我逐天想咧看。我是真正爱为了台湾奋斗嘛，爱为了台湾人同心打拼。但是咱即阵看到是迹象，是一直往咱心内倒的一点点发展，即不是安尼啦。但是不怕病，因为万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不会自己发生。所以咱来给伊压力。啊，拄则部长已经互咱知，民间有几呐部宪法伫遐咧等，啊，即摆咧等时机尔。所以。即个迄个旧衫旧鞋，已经袂当穿啊！哦，台湾国民哦，拜托你请你水军设计啦，好无？好来，再搁最后一个，安尼好无？啊，即个是即个男表的是我是毋是？因为男表寒，因暗听讲要请要食饭是无？讲是要食餐厅还是要食便当？好。OK， 因为时间到，阮咧早早就出来到即嘛，等下再来请迄、那个啊、对高雄来的迄、那个张副总，即、那个财产部副秘书转到这个啊介绍，祝贺伊得。好来，这个大哥好。是，时间是吼，还准备攻击进行哟，强项节目，若是台湾独立，必定通过，咱敢若占独立，今天拢有啊。后来，咱唔好叫蔡总统台湾到台湾看，无可能的代志。因为我看到蔡总统伊签，伊若违法了中华民国吼，受到严格的制裁，啊，你不叫伊啊，你就害伊啊。咱家己来做，何止讲的上少，你那大事，大家做起来上正确。这个运动真困难，改革真困难，对民众下令来改革。改革定定拢对民间的运动来啦，啊，咱这是咧做带动一个运动，带动一个改革。啊，我至少我反对咱的蔡总统一寡做法，我嘛是同款。但是我有看到是民间的运动者，伊放了足三，伊放了加足三。啊，即我有看到这个现象，包括问出来，外交部长。啊，侨委委员长，你会看到民间车，伊放了足三年的支持啦，但是他还是无动于衷。今天到底有啥物 science 我唔知，但是咱还阁继续用压力，啊一寡宪法已经伫遐咧等，我嘛部长从我这边看到迄个样子，所以民间，请咱海内外阁继续支持。美国永远是咱台湾人上好的人才靠山，哈！美国这个国家永远上是台湾的命，阮常常拢是美国排咧上要紧的关键力量。所以咱真正爱祈祷，但是台湾是咱的，台湾是咱的，哦。啊，中国，我想迄只狗，伊当啊飞，有当时啊飞了。我离也是要甲你拍啦。
我看，迄个人咧笑查甫人，讲五十岁查甫人敢若有嘴尔，出唔起嘴啊！我想伊即句的状况是差不多七十五岁的查甫人啦，吼、哦，当时要出代志拢唔知啦，所以比较大声还无效啦。安尼好无？咱甲苏姐，咱拍一个广告咧，好无？代表迄个台中的代表啊，部长甲咱迄个中央，真正甲咱说一声，每一年来你拢即款的热情来关爱，深深啊感受。特别让即个少年人知影讲，台湾遐侪汉子的囝，遐侪前辈伫外口，孤孤单单为着台湾伫咧受苦伫咧支持，我想对因 very very 爱。我想今日是看三位上是了解，甚至咱来请张老师做咱最后的结束，啊，再食饭。是要跳舞搞，一些会。一个真正一句话，我读书吼，迄无咧选总统时阵哦，我拢去台中哦，咧家家饲咧，我叫我读书去家家饲啊，我出钱出得，啊拢恨铁不成钢，啊分别人去啊，我拢扛出去啊，咧等吼，咱当时嘛是等。现在听我上讲，感谢你，看到阮交流当中，伫这所在也不断地拍拼，啊，做伙唔惊升级，有缘有行动，啊，做伙来做，啊，对阮部长，阮部长，阮的创业，有了，然后大家大家团结做来做，我当然一人站站一个正面，我伫你面前，我将对阮人生来有真济。啊，阮有足济，阮咧五万，阮即五万一万咧继续咧做，最后绝对天要光啊！上帝你要赐予阮即个土地，啊，阮即时阵，阮要来分享，阮下个食物，我想你赐予阮人食，你即时阵感谢，我对阿叔叫名，阿妹。